传统的锅具还能玩出什么新把戏？国内的一家公司就以自身十几年的丰富经验为底，用实际的作为告诉消费者，只要将传统的工艺稍加变化，也能成为创新产品需要的坚强后盾，开创出一条蓝海之中的新商机。最早只是老板娘的一句随口问问，想解决料理时汤汁与水分容易滴到桌面，以及还要挪出地方置放锅盖的困扰，却让老板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透过自身技术和经验来解决此项家庭之中常常遇到的问题。而这款具有活动扣件的新型锅具，就是他们具有创意和实用的解决方案。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呀，我就后来想一想，我们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啊几十年，啊，要解决这个困扰啊，技术上面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慢慢想，慢慢想，就想到扣件。以扣件让锅盖能立于锅具之上，摆脱过往碍事的角色的定位。可活动式的设计，不管是料理时欲打开锅盖加料，或是要观察食物熟成状况，都可以轻松直接掀开，不用特地寻找空间置放，也可让桌面保持清洁且不油腻，一举数得。而这些方便功能的背后工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却简单有效的装置。所以就用一个插销，要清洗也方便，收纳也方便，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创意的构造之外，材质的安全性也是消费者很在意且重要的一环。过往十几年的商誉和经验，让他们特地采用抗锈蚀的能力较好的304以及更为高贵的316不锈钢。尽管提高了成本，但也在耐用和健康上取得良好的平衡，为食品安全做好把关。这个锅具哦是咱人要吃的物件，所以袂使有毒。所以我坚持哦，一定爱304的，或是还是316的材质，一定上坚持的上重要的。以既有技术让传统锅具产生出新意思，在市场上取得好成绩。接下来，他们也善用自家技术，推出了一款金属按摩器具，颠覆过往的观念，为市场带来惊奇。老板，那它的形状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这个是复合人体工学的原理，还有我们舒服的角度，我们测试很多次才定，这个定案以这个角度来生产。这个是用最食品级的304不锈钢来做的。还有这个功能，大小头有它的特定功能。这个大头的是用来感觉面积比较大哦，面积用来按摩用的。它这个比较感接触的面积比较小，是用来定点按摩穴道用的。所以它经过测试以后就比较安全。对对对，比较舒服。金属材质一体成型，不仅简易操作，也比相似产品更为耐用。对于头、肩、脚、背、全身各个角落都可以触及，符合人体工学，一人也能轻松舒服的操作。这样使用？对对，要高一点，要这样子。这样。对。下按摩，上下按摩，也可以拍打，拍打，对，比较瘦，拍打的力道好像太大，也可以定点定点，对，这样定点。商品必须要持续突破，才能维持竞争力，因此他们也将持续努力，将产品加入更多特色。加哦，功能搁较侪吼，所以咧头吼，阮着设计会换咧，或者是尖形的，迄个头来用个退换，啊，所以这个物件，阮继续搁你想办法，啊，搁你创新啊。啊，过去吼，拢是共大工工业产品啦、建材产品啦、金属工业的产品啦，已经过了十年啊啦。产业一定要转型创新啦，提升品质，啊，家己要有品牌，啊，才有蓝海啦。
创新是每一家传统产业都在讲的事情，但真正身体力行的却不多。陈总经理以他自身的故事和行动证明，只要方向对了，传统产业也能有全新的一片天。